阿妹，是的啊，我今日你拢在无闲工课，成就恁结婚40周年快乐。收到。阿妹，感谢，还是我请餐厅哦，炒几样菜哈。是的。唔免啦，我要下班，我先放下来。 最近有人伫咧招收主播，甚至发生乌食乌的代志，闹出人命。即马顶边唔知影阮找着人，搞到阮找着即回查好货，烧去倒位，主播店的头家已经有承认啊，伊袂去查好货，而且店谢亚婷介绍的，所以需要搞等去调查。喂喂，陈恩啊，亚婷的故事你是唔知影哟？ 伊要过一个了路，我先找看有怎样顶阿无，啊，这样反过来代志，敢做会出来？是毋是你误会啊？我嘛是感觉无可能，啊，不过这是大案件，但是无得证明亚婷的清白，亚婷，伊恐惊凶器啊，我先甲您讲一声。嗯，阿姐，这件代志敢有阮会当做相共的所在？ 亚婷是我的女朋友，我比任何人搁较无愿意看到伊互人哦。我今仔日会甲阿伯阿姆来拍一个招呼，就代表我有爱回来。你敢一定爱安尼哦啦？啊，你咪知影今日是阮全家伙仔做伙欢喜的日子，啊，你本来一定爱转一工。啊，毋是咧，啊，毋过这件代志真正袂当拖。哎呦妈！ 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敢有互你甲爸烦恼过？陈恩，伊有检查官的指示嘛，而且我相信花露一定会保护好人，所以咱毋免惊。无得靠我骑一个就转来啊，搁我还要扶陪阿妈念经做暗课咧，哈。三姐，你着加到家己的手咧用带，搁叫人莫惊。叶婷，我心情甲你共款。 真紧张，真不安。啊，不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。走。干妹，照顾伊啊，就出口。我来。 你是假的啦！我就知道。